Mercedes-Benz GTR AMG.主要它后面有一条加强的这个横梁，这个横梁是普通的GT没有，而且普通的GT的后排是有座椅的，就是后面还能勉强塞两个人，但是这辆GTR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强化的部件，然后 OE 它只能考虑SLS 了，然后其他部分呢，像 Alcantara 的座椅，运动座椅，那个本身的 GT 那款车就已经有这样的配置，有特殊的缝线，其他的跟普通的 GT 没什么区别啊。Some Chinese guy entered the car.